我不吃羊肉。明白，很多人不喜欢羊肉的腥膻味。不是，我小时候是特别爱吃羊肉，但是小时候家里穷，有一次。为什么是烤鸡？你答应我给我做红焖羊肉的。哎呀，你弟弟突然想吃烤鸡吗？可是今天是我生日啊。哎呀，你比你弟弟大，就让着他一点嘛，以后妈再给你做。我以后再也不吃羊肉了。小时候说的是赌气的话，没想到后来一吃羊肉就觉得厌恶。明白了，看我的吧。食神归位。新鲜的羊肉切成小块，在锅里铺满冰块，把羊肉倒在冰上，洋葱切丝，胡萝卜切块，番茄和姜切片放入锅内，倒入调好的芝麻酱、蘑菇酱，倒入洋葱、红酒和重油料酒，倒入酸奶，盖上锅盖煮。尝尝吧。这，天哪，真是太好吃了！羊肉紧实 Q 弹，又嫩又软糯，满嘴都是羊肉的油香，却没有一点羊肉的膻腥味。人活在世，难免会遇到伤害我们的人，有的甚至可能是我们的父母，但是这始终是你自己的人生，千万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啊。我明白了。